一直随着勇敢，一位勇敢的来大声喊，我要带向最好的天，翻过最高的山，让人最深的力量在我面前。我非常高兴，问他的心里坚持理想了山，他说理想我叫大蓝风暴般的北京不动比如我，这几个字我都不会念，你怎么会念呢？我觉得很难啊。对啊，是网络歌手，太神奇了。阿公，阿公，阿公，上电视，上电视了，上电视了，打招呼了。被小朋友打败了哈，对啊，那几个字你看得懂吗？我看不懂。他满就跨我啊！对啊，真跨我。没有用过。大班同学，好厉害，好厉害！